眼下正值暑假，现教育部门利用上海盛大大学加上光标学院的师资力量，在加上新世纪学校办起了学生暑期英语村。昨天下午，英语村举办了开学式的不同年龄安排不同级别的英语学习，开展教师和学生的对话交流，组织外籍教师和学生一起观看科普和爱国主义教育电影等。 我县和周边县市的400多名爱好英语的学生报名参加了英语村的学习。